正式的一个雕刻了，对吧？那我的话呢，就会把这个时间放在我们这个正式的一个学习上面来讲因为最好的学习就是在实践当中去学习所以呢，光讲的话可能比较难，所以呢，我们就来实践，OK，实践走起来。然后首先呢，这边的老师呢会把老师这个界面换成了我自己之前所使用的这个界面就这个自定义界面。为什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呢，习惯了用老师自己所编辑的界面，因为比较方便。你可以看一下，你看这里很多按钮呢，都是老师经常在工作当中或者在我在做东西，对吧？或者在做项目当中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一些这种笔刷因为了节省时间呢，我把它单独的从一些功能里面拉出来了，方便我在做的时候呢，就只需要在旁边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呢，像这个 UI 的话呢，如果说你们需要的你可以去找苏安老师领，可以找他领可以找他领，也是免费给你们分享，好吗？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开始来进行一个制作了，好吧？好，首先呢，咱们先把这个原画呢放在这个，咱们先把这个原画呢，咱们就先放在这个旁边吧，好吧？那我们咱们可以先看这原画其实这个原画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它有那种非常的那种 beautiful 的感觉对吧？那首先呢，其实咱们的第一步，那咱们要做这个模型的第一步呢首先呢就是先做大型，所有的模型，所有的东西，第一步一定是做大型，就是先把这个人的脑袋先做出来，对吧？那我们可以先定一下对吧？先定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可以看到，其实这张脸的话呢，它是属于比较尖尖的这种比较偏卡通二次元的脸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分辨率调低。今天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这个 Dailymation。那么这个 Dailymation 的话呢，首先它是属于一个重置咱们这个模型布线的一个快速功能快速功能，对吧？也就是说呢，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布线，我点一下，它就可以把这个布线重置了，懂了吧？那激活之后的话呢，你每当你做了一个什么操作，你看到这个面数有拉伸的时候呢，按一下 Ctrl 键，在旁边画一下，它这个面数呢就可以重新给你进行计算，变成这种四方格的这种点或者三边面这种。那这上面的话呢，有一个数值有一个叫分辨率的数值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分辨率的这个数值，就这一栏。那这一栏的话呢，是影响它的面数的。分辨率的数值越大，面数越高；数值越小。它的面数越少，明白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呢把分辨率调高，点一下，那你可以发现它的面数都特别高。那当你调整之后呢，也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它也会把面数叠高。那这里的话呢，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的软件都是一样的当你的面数越高，你的软件就越卡。大家有没有感觉老师现在的软件有点卡呀？有没有感觉？有没有这个感觉？老师刚刚在给你们拉的时候，是不是感觉看到没有？现在卡住了，是不是？是不是卡住了？是不是很卡？对吧？那这里呢，你就要记住一般呢，我们做所有东西都是要先从低面数模型做起，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老师建议你们一般做模型不要一上来就是把模型加到几百万个面。虽然 GB 这个软件可以承载，对吧？但是我们做东西还是先从最低的面数做起，明白了吗？干嘛？你看我现在多，你看我现在多，看我现在多流畅，对不对？我随便拉我都不会卡。你看刚才有多卡？你们应该发现了吧？刚才是不是很卡？但现在我随便拉，一点都不卡。那刚才有多卡？是不是？所以一定要记住所有的东西一定要遵循什么呢？低到高的一个阶段进行一个升级。所以首先先把面数降低，好，降低到一个低面数。OK，那我们现在做首先第一步呢，咱们先把这个脸先做好先把这个脑袋先做好。等下我们可以给它稍微调的一个差不多的弧度。对不对？然后呢，把这个脸蛋下方呢，可以稍微的呢，两边可以稍微尖一点点，对吧？脸蛋的下面呢，拉出来一点点，把这个脑袋先给它做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把脑袋，然后呢，脑袋的侧面也要注意。为什么要注意侧面呢？不大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咱们这个是做 3D 可不是做 2D 你做 2D 纸片人呢，你做一个角度漂亮，OK，可以。但咱们做这种 3D 的效果呢，就一定要注意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弧度、每一个方向我们都要去把它追寻完美并且合理的状态，对不对？好，第一步呢，咱们就先变成一个这样一个就这种人头的感觉吧，就这种大概的这种人头的感觉就大概做成一个这样一个效果就可以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第一步嘛。OK，
做好这个人头之后呢，两边呢可以稍微再小一点点啊，把这个脑袋呢可以稍好好的做一下。好，做好中的话呢，再去搭建，搭建什么呢？再往下去走，搭建脖子啊，把脖子搭出来啊，或者呢把这个头发搭出来，对吧？咱们一开始呢可以先把整体的所有东西全部做出来，懂了吗？好，那我们这里的话呢，来先去把这个脖子的话呢，在点击子工具里面啊，找到追加。啊，这里的话呢有一个这种圆柱体，对吧？你呢只需要点一下啊，点一下之后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圆柱体啊，按住 Alt 键可以快速选择，点击可以快速选择，然后按住 W 键啊可以激活你的坐标轴啊，那我们往下拉就好了。这个应该大家都明白吧，对吧？你们应该在那个 Max 或者玛雅应该都知道啊，坐标轴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移动这个模型的，那同样的呢在 ZB 里面也有，只需要按住 W 啊 QR 一样激活啊 ，WER 啊是激活的，对吧？激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移动就可以了。来，把它移动一下，缩小，看这个脖子有多大啊 ？OK， 把它放上去啊，可以稍微再大一点点啊。脖子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向后，来，咱们可以稍微往后稍微去一点点，没问题吧？这样子的话，一个脖子咱们就呈现出来了，对不对？一个脖子呢，咱们就呈现出来了啊。啊，这里呢应该是比较方便吧，同学们，我老师问一问你们啊，这一步的话应该同学们应该看起来没有压力的啊，对吧？因为我讲的很简单啊，这你如果感觉还有压力的话，那真的啊，这个白学了啊，建议就是白学了啊，对吧？建议就是不要学啊，太麻烦啊。那第二个呢，首先就是做这个身体啊，做这个身体呢，首先咱们就是要需要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什么概念呢？第一个，先拉出一个啊这样一个正方体啊，为什么拉这个正方体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直接把身体的细节做好，所以呢咱们就需要有一个这种大概的这种方块或大概的一个啊效果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呢就只有方块是最好的。来，首先呢把这个方块呢往下调啊往下调啊，然后呢给它拉长一点点，大概是拉到这个位置来，看了吗？大概是拉到这个位置来，看了吗？拉好之后呢压扁一点，为什么？因为像这种身体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弧度的。然后这里呢要给大家教一个功能了啊，叫做遮罩功能。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啊，像我们的女性的话呢胸腔是比较靠前面的，对不对？然后肚子的话呢它都是比较靠外面的嘛，对吧？它是这种 S 型的中曲线上，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首先的话把这个曲线做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啊在前面啊把它抹低，在后面呢把它翘起，往后面去一点点，来把这个腰子呢给它拉进来，按住 move 工具啊，之前教过的腰子拉进来。好，然后呢这个可以看到啊，再去跟它对一下，看这个胸呢在这个位置呢，哎，两边的腰是比较细的啊，来把腰做一下，对吧？一点点的找到那个啊 feel 啊，找到那个感觉嘛，对不对？好，找一找那个感觉。好，那个肩膀呢它又是这种比较大啊比较远的状态啊，放一放。好，给它做好，大概是一个这样一个弧度就可以了，看到吗？大概做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因为像这种女性的话呢，它应该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这种肉体啊，对吧？成熟的肉体啊，成熟的肉体，总感觉涩涩的啊，反正就是成熟的肉体啊，成熟的肉体。好，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他的两个手收啊，那么这两只手的话呢，也是同样的啊，咱们呢也是一样的制作方法。那这里呢，手术发现了，对不对？你看这里呢，前面呢可以稍微低一点点，为什么？这个脖子的感觉呢有点太高了，对不对？那这旁边呢可以稍微低一点点啊，大概是这样子。好，再接着去做啊，这个身体可以稍微再长一点点。好，两个手呢也是一样的啊，选择呢点击追加，加进来一个这样一个圆柱体啊，强度降低，然后呢把两个手呢你给它干嘛呀，拉到这个位置来啊，把它放到这个后面去啊，稍微小一点点啊，放到旁边来，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手的话它的这个弧度其实还是蛮多的啊，那咱们呢这个复制一个，两边镜像就好了啊。镜像完之后的话呢，按住我们的 X 轴打开对称，然后按一下 Shift 键啊，把这个可以稍微拉一下，对吧？
然后把这个手臂的这种感觉嘞，啊，你给它造出来，对吧？那这个手臂啊，它是什么感觉，对吧？然后里面呢，应该是往里面凹的，看了吧？然后两边这个手呢，它是比较往里面去，对吧？然后手臂的话呢，它会有一些这种啊弧度啊什么的，对吧？然后这个手呢，它其实两边它又会有一些这种啊什么轻微的这种小效果。那咱们现在的话呢，可能就不需要先去管这种小效果了啊。第一，咱们开始只需要一个大型的搭建就好了，所以一开始的话呢，大家呢可以舍弃掉啊，就是它应有的一些结构，然后呢只需要把大概的形状先给它撑一下就好了，看了吧？看了没有？这里咱们就把这个啊大概的效果做一下就可以了。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大概就是做成这样子就好了啊，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就行了。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胸部的两个这个大球啊，这个大球呢直接追加一个这种球体进来啊。你呢这个往下放到啊，你觉得这个跟这个胸腔差不多的位置啊，我觉得它大概是到这个位置，因为什么？又看到它的胸好像是还是蛮有感觉的哈。啊，把这个胸呢可以稍微给它调一下。好，前面呢可以稍微给它顶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呢，胸腔呢不够顶，把胸腔呢往前面稍微顶一下。看到吗？好的啊，然后把这个胸块呢可以稍微给它，对吧？看它有什么多大或者多细啊，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概念呢，咱们这个就自己要花时间稍微自己倒腾一下啊。看到没有？好，这边呢可以稍微放一放，然后前面可以稍微挤一点点，左右两边镜像，看到没有？然后 X 轴打开对称啊，然后前面的话呢它是越来越少的一个感觉，那咱们呢就给它连接到一起，看到吧？然后呢旁边的胸腔，对吧？然后呢这里呢发现，哎，胸腔呢好像少了一些，咱们把这个胸腔呢往下可以稍微拉一点点，看到吗？这样子的话就好了，因为可以看到它的胸腔其实在这个位置，咱们刚好就在这个位置对齐好，哎，把这个胸腔的感觉呢给它拉出来，怎么样？可以了吧？啊，可以了没有？然后两边呢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因为可以看到其他的弧度在外侧的体现的这个啊圈部的感觉还是比较多的啊。好，咱们把这个稍微咱们就整一下。好，这个呢大概是要往上稍微去一点点。好，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第一个大型啊，第一个大型。第二个呢，首先我们咱们要去做的呢，首先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个手呢这个两边这个肩胛骨呢可以稍微往里面稍微去一点点啊，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有点不是那么的好啊，对吧？所以我想往里面稍微去一点点，或者就类似不去吧，其实可以往里面可以稍微叠加一些吧，对吧？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些弧度上的一些区别啊。 OK， 第二个呢，首先就是咱们把这个头发上面的这个发型啊跟这个脚也做一下啊。其实这个头发呢我们一开始做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的快速一些吧，啊，加个球进来啊，你把这个球呢就是你大概的放这个位置，因为其实它这个脑袋呢这个发型呢它也不是什么，就是一个这种短发的效果，对吧？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呢肯定是不会思考说要把它先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呢咱们呢就是可以先简单的啊，对吧？可以先简单的就是把咱们这个发型呢就先给它啊拉出来，对吧？就是只要看着不是特别的丑就行了啊，对吧？那把这个脑袋这个感觉呢可以稍微给它拉一下。一开始雕刻嘛啊，雕刻的话呢它都是有一个这个啊从美到丑的一个这个变化的过程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在制作期间的话呢就一定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镇定啊，不要老是这个前期啊怎么这么丑啊，但你们放心了，后期的话呢肯定是会美死你们的啊，这个你们放心。好，稍微高一点点，头发呢可以稍微往高的去走一点点。好，旁边的话呢可以稍微的给它尖一点点啊。
一个斜刘海的感觉啊。好，好，然后呢，咱们这个呢还要两个角啊。这个角的话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制作办法，使用呢这里有个叫做crab trap 的笔刷。啊，这个笔刷的话呢，它是属于一个就啊，这个叫 Quick Tube 啊，它的话呢是这种线条型的这种笔刷啊。比如说，我想做一个这种，看到吗？我想做一个这种，看到吗？我想做一个这种，看到没有？我就可以直接给它拉出来，看到没有？我就可以直接呢把这个效果拉出来啊，并且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时间，我就可以把它拉出来，对吧？拉出来之后的话，点一下。对吧，把这个角呢两边可以稍微给它拉开一点点，看到没有？然后呢拆分宇宙照的啊，前面跟后面拆开，然后前面呢哎，该小的地方咱们 smooth 一下，对吧？然后呢给它稍微拉一拉，对吧？然后该往上走的地方咱们往上走一走，看到吧？该往下的地方咱们往下去一去，你看那么这个牛这样一个角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我发现这个脑袋其实它这个牛角应该是在上方这个位置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弧度其实还是挺美丽的那种感觉啊。你管它什么角啊，你不要管它什么角啊，你们这个观察力，你管它这个角是什么角，对不对？你要想的这个东西怎么做呀，啊我的宝子们，你这真的是啊，你这个哎。你管它什么角嘞？它就是个是个鹿角，也不管我们啥事，对吧？那原画画的你无所谓嘛，这原画只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呗，是不是？你管它什么角呢？你现在是要学的是个办法啊，这个方法啊，哎，这一届学生真难带啊！你又不是要拍什么动物世界，是不是？你管它什么角呢？对不对？对不对？咱们这主要是干嘛呀？学办法啊，学方式啊，学这个怎样去把它做好的这样一个方法，懂了吧？你们学好之后啊，你管它什么角，对吧？都可以这么做呗，对吧？之后就算碰到一个你没见过的这种角，你都可以把它做出来嘛，对吧？因为你会做嘛。好了，这个角会了吧？就怎么把这个角做出来啊？我再问一遍啊，宝子们啊，因为这其实它是一个重点来的啊。就如果说你这一步啊，没有搞会的话，我可以再教一遍啊，这个无所谓啊。但是你这个不会，我过了之后我就不会再讲第二遍了啊。所以呢，现在你们赶紧的啊，不会的同学赶紧吱个声儿啊，不会啊，好，我就知道有人不会啊，对吧？不会呢，你们还在那里聊。啊，不会你们还在那聊一些这个有的没的啊？点一下这个叫 Quick Trap 的笔刷，它是一个这种拉线条的笔刷，看到吧？它是一个拉线条的笔刷，你呢找一个角度把这个线条拉出来就好了，看到没有？找一个角度把这种线条拉出来就好了，看到吧？拉出来之后呢，给它调一下就可以了，懂了吗？拉一下就可以了。懂了吗？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方便啊。好，这里呢可以稍微把两边 OG 的可以稍微打开一点，前后打长一点吧。然后弧度可能要稍微往下，可能会稍微降一点点啊。看一下它其实是比较贴耳的那种感觉啊，大概这样子。原画和肩膀和原画好快啊，还没做啊，咱们呢还没有开始做。啊，你能不用担心的啊，老师呢，因为现在也还是在做大型嘛，对吧？我之前给你们讲了半天啊，这个典型的没有好好看啊，我都说了，其实先把这个手呢往这里放一下啊，咱们又不是说这个手它就长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好，那首先第二个呢，咱们就是可以慢慢去做了。首先呢，先把这个脸啊往下合并，看到吗？跟这个脖子合在一起，再往下合并呢，你跟这个身体合在一起啊。看到没有？跟身体合在一起之后呢，再往下呢，你那个这个就得往这个胸合在一起了。好，那么在全部合成一体之后的话呢，按一下 Ctrl 加 G 键，
看到吗？把模型的面数加高，加高之后的话呢，点一下子工具啊，在这里的话呢，删除低细分级别，为什么呀？因为有细分级别是没有办法进行 animation 的，所以呢，把面数调高，改到188吧 ，OK， 192啊，然后呢，按住 Ctrl 加 Shift 啊 ，Ctrl 键拉一下，这里的话呢，你可以发现它的模型面数呢就会合在一起了啊，宝子们看到没有？模型的面数呢就会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之后的话呢，那我们这里的话呢就可以开始进行制作了啊。首先，咱们呢先来规划一下啊，第一个就咱们这张脸啊，咱们这张脸啊，先规划一下这张脸。好，咱这个身体到我们这个脖子啊、手啊这些地方，咱们可以先好好的规划一下啊。首先可以看一下啊，在脖子的区域的话呢，我们先拉出的就是两根线，第一根啊，咱们先去把脖子旁边的啊，这个叫什么呀？它的下颚线先画一下。为什么？所有的美女她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下颚线啊，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啊，凡是美的人啊，脸型的下颚线都是非常漂亮的啊。好，下颚线规划好出来之后呢，把后面多余的地方呢可以给它削掉啊，这个呢就关乎一些人体知识了，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后脑勺上面有我们的枕骨啊，对吧？枕骨的话呢连接我们下方啊，有我们的斜方肌，对不对？那斜方肌呢，咱们这里可以稍微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妹子这个斜方肌还是比较充裕的啊。好，咱们可以稍微给它拉高一点点，对不对？可以稍微给它拉高一点点。好，拉高之后的话呢，看一下妹子两边的斜方肌，可以稍微给它拉出来一点点。好，拉出来之后的话呢，第二个在前方呢，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有很多像这种，比方你看这里有个 V 啊，这里有个 V， 这个叫什么呢？第一个上面这两个 V 的话呢，这一块呢叫做我们的胸锁乳突肌，下面这个 V 的话呢叫做我们的锁骨，明白了吗？那咱们的话呢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首先呢先找到上面两个 V 来，上面两个 V 来，在正脸找到上面两个 V 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上面两个 V 大概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因为它有这么长嘛，是不是啊，宝子们，是不是它是不是有这么长，对不对？第二个 V 的话呢大概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它大概也有这么长，然后呢把这两个 V 干什么呢？你给它标记出来，看到吗？把它标记出来啊，哎，把它标记出来，标记出来啊，看到没有？看前面这个 V 也给它标记出来，然后像里面多余的呢，哎，给它划掉，看到没有？然后呢用你的 standard 笔刷把这两个锁骨呢，哎，稍微往中间调一下，对吧？然后里面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比较空荡的位置啊，好，给它稍微空荡一下。好，这里的话呢可以通过锁这个拉起笔刷把锁骨先给它拉出来，看到吧，把锁骨先给它拉出来，看到没有？然后再到这个旁边呢，看这里呢有点多余了，那这里多余的地方呢给它往下削，尽可能的呢让它变成一个正常的这种范畴之内的这种效果哦，旁边的好，让它稍微显现的稍微舒服一点啊。咱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个操作呢啊，其实最终主要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它显得更自然一些，明白我的道理吗，同学们？所以说呢，第一个还是要先去把这个肌肉的感觉要做准啊，对吧？要通过原画啊把这个肌肉的感觉做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它有多少啊，它做了多少，看到吧，看到没有？这一波呢咱们哎两边再往下拉一下，哎，看到没有？这是不是就出来了？那里面的话呢，哎，稍微再给它拉一下，两边呢可以稍微给它稍微做的饱满一点点啊，让它不要显那么怪，看到没有？这一块咱们这个稍微啊显得有点长的脖子是不是就出来了？因为其实这个女角色的脖子其实它是属于那种啊，真的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啊比较长的那种脖子，看到没有？是不是就出来了啊？看到没有？好，那咱们继续往下做呢，首先啊就先要需要把这个手你也要做一下啊，所以这个手呢你先点一下这个 animation 啊，按一下 Ctrl 加 D 啊，你把这个手的这个细分级别也加高，你呢也把它改成128啊，188吧，188，给它 animation 一下。那么 animation 之后呢，首先大家要记住啊，首先呢两边往下调，往下调了之后的话呢，这里的话呢首先两边可以看到啊，
这一块呢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看这样这一块肉是多余的对吧，咱们呢把这个地方呢往里面凹啊，然后呢把这个胸呢一定要记住啊，一般这种女性这个胸呢它其实没有旁边是没有这么多的，所以呢咱们需要修，看到吧，这里呢需要修，修什么呀，修出它的胸腔，把胸腔修出来啊，我的宝贝们啊啊，把胸修沟啊，不是修沟啊，同学们是修你的胸腔啊，把胸腔修出来，然后嘞啊，在旁边可以看到这一块其实它是往里面凹的啊，对吧，来看到吧，两边往里面凹进去，好，填一下啊，不是修沟啊，同学们啊，你们的学姐啊来来给你们啊整场子的啊，不要相信啊，不是修沟啊，记住啊，不是修沟啊，是修你的胸啊，就把你这个胸呢修好啊，啊不是修沟啊，不要信。好，那这里呢胸的这个感觉啊稍微的往上呢可以稍微去一点点啊，对，记住啊，所有的物体它都是有这个弧度的啊，所以如果说想要你的胸啊变得呢哎比较的不错，那么你就要注意了啊，你这个修胸的这个手法你要不要把它修平啊，这个完全靠你们自己了啊，所以呢老师能够给你们分享的就只有这个技术了啊，你最后能不能把它修成一种啊比较这种啊性感啊啊，或者说呢是比较 beautiful 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个完全真的是要靠你们手动啊，自己个人了。好，然后把这个手呢也做一下啊，首先啊在这里呢啊有我们的这个肩胛屈髋骨，屈髋骨上方的话呢这里呢可以稍微往里面可以稍微填一下啊，对吧，往里面填一下，然后这里呢有我们的这个肩胛上方的有一个骨骼啊，就是我们的大臂啊，大臂骨骼，好，做一下，然后往两边呢往下走，在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咱们这两个手的话呢是肯定是不能坐一起了，对不对，坐一起的话肯定做不了了，咱们呢首先第一个按住自动分组，咱们呢先做旁边这个手啊，给它进行拆分隐藏，先做这只手，这只手怎么做呢啊，首先啊先把这个手呢往旁边稍微去一点点啊，去点之后的话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呢截肢到这个位置来，哦 OK 刚好可以对上啊，咱们对上之后的话呢首先啊直接就是啊怎么说啊，手臂呢往里面稍微凹一点点啊，直接往里面凹，看到吧兄弟们，对吧，从来不细言啊，说给你们做就给你们做，然后呢哎把手臂的弧度呢稍微做一下啊，可以看到手臂是有弧度的啊，它这个弧度的这根线啊，看到没有，看到了吗啊，拉一拉，对吧，啊好，老师慢一点啊，不着急不着急啊，宝贝不着急啊，老师慢一点慢一点啊，老师会慢一点啊，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啊，好，我老师慢一点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看到吗，然后呢往下拉到我们的往下走，就是咱们这个手臂的肌肉啊，啊手臂的肌肉啊，好，把这个手臂的肌肉呢稍微的做一下，好，你看一下这个手肘到里面啊，那种弧度的感觉啊，稍微拉一下，好，然后嘞啊把这个手呢你给它连在一起，对吧，那把这种肌肉的这种弧度呢可以稍微给它啊造一下啊，给它稍微的拉一拉，对吧，然后这个手臂呢其实上方的话呢它都是有一些啊弧度出来的啊，把这个弧度呢可以稍微做一下，然后按住 shift 键啊，给它进行 smooth 就好了啊，对吧，然后在手里面的话它有这个弧度，你能通过这个弧度呢可以稍微给它啊拉一下，
看到吧？然后呢，这里大家会不会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同学们？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这边有没有发现这个模型的表面它是不够平整？发现没有？是不是很不平整啊？那这里咱们用到一个新的笔刷啊，来在灯箱里面找到这个笔刷呢，啊，有一个叫做基本笔刷，里面有一个叫 smooth 的功能啊，smooth 这里面有个叫 smooth stronger 啊，咱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笔刷呢？因为首先这个模型啊，对吧，它表面一般的 smooth 还没办法给它抹得很平，因为面数比较高，所以呢咱们得借用这个什么呀啊，比较屌的这个抹平，看到吗？现在你去抹你就会发现啊，老师我发现我的模型好像变得好光滑了呀，哎，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呢就叫做功能使用了啊，你呢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啊，手边这边呢可以稍微翘一点点啊，可以稍微翘一点点啊，这个骨骼可以稍微翘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嘛，对吧，这个骨骼它确实翘了一点啊，不是我让它翘，是它真的翘了一点啊，懂了吧？真的是它翘了一点，不是老是让它翘啊。好，这里呢把弧度可以稍微做一下啊，好的，轻微的这个位置，好，看到吧？然后呢再到咱们旁边这个位置，对吧，那有点太细了，对吧，咱们就感觉这个手的不得劲，对吧，那因为老师这个感觉这个肉好少，哎，咱们把这个肉啊拉多一点点，肉拉多一点点，哎，这个手一马上就刺嫩起来了。好，第二个手咱们就是这个手，那么这个手呢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为什么我说比较简单的话呢啊？那首先第一个也是同样的啊，咱们这个手呢也是一样的，它呢也是得往里面去啊，只不过它这个往里面去了之后呢，对不对，它的手呢还得往外面怼一会儿，那么咱们呢也是同样的一样的这个距离，看到吧，给这个手呢，对吧，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啊照的太多啊，但是呢有一些就够了，来可以稍微做一下，看到没有，看不了，看好了啊，然后就接着做。好，手臂的这个弧度啊，太大的这个距离，前方后方摇摆不定啊，走，这里呢有点太多了，往里面走一点点。好，手臂往下降。好，再到咱们这个手这里呢，老师为什么我雕人头不上色，那就是你上色差呗，那就只能说明你上色的能力差呗，对不对，为什么上色丑啊，那就只能说明你上的颜色不好看呗，那还能说啥呢，那就只能多练一下这一方面的了，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只能多练一下这个方面的，就把它练好点嘛，啊，反正一开始做的丑其实啊都能够理解吧，只要你后面做的不丑就行了啊，懂了吧，只要后面做的不丑就行了啊，前期做的丑其实这个咱们都还是能够理解啊，这个都还好啊，其实我都觉得也还好吧，就前期又不代表你后期，是不是，好，那咱们这个手臂呢，首先记住两边要稍微往两边稍微去一点，为什么，咱们这个肩其实还是挺啊还是挺 feel 的啊，咱们这个肩还是挺，就是它的那个感觉上啊还是啊挺那个感觉的啊，所以咱们这个肩膀呢要记住不能够让它太窄了，好，大概是这么远的一个肩膀吧。好，首先呢咱们就点击这个手往下啊合并就行了呗，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手啊首先呢往下合并，确定好，咱们的这个手啊跟这个身体合在一起了，那么合在一起之后呢，咱们现在接下来呢就得要去完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首先啊，再往下走，这里有个叫做极客里编辑工具啊，有个 Dynamation。那这里呢要教你们的是，在我们 Dynamation 工具栏里面的分组 Dynamation， 就是它的面数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呢它们是分别是不同的组，后续呢也能够方便你们进行一个操作。点一下组开关，
然后呢把分辨率调高啊，改到256啊，然后拉一下，看没有，现在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整体了。然后呢点击 shift 键，对不对，咱们呢可以把这个刚才之前啊以前这个做好这个胸的感觉嘞给它拉好，看看还有这个锁骨的啊感觉，看没有，通过咱们这个 smooth 啊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看里面这个胸的感觉啊，外面的这个胸的感觉啊，还有这个胸腔的感觉，然后呢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个人建议就是可以啊截掉一些吧，因为我觉得旁边的话呢看着呢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对吧，也没有那个必要了，因为我感觉看着好像对它的影响性并不大啊，所以呢我就把它直接全部的取消掉了啊，同学们啊看好了啊，老师这边是直接把那个东西是直接全部取消掉了的啊，就是没有能给它留什么啊太多的空间到那个位置，看到了吗，并没有留太多空间啊。好 ，smooth 完毕之后的话呢，咱们现在就开始进行一个细节的一个细致的雕刻了啊。那首先呢，咱们把这个组去掉啊，给它全部拉成一个整体了，看了吧，拉成一个整体了。然后呢，把下方这个结构呢，直接给它拉掉，就因为我想了一下啊，就是把这一半直接拉掉吧，对，把这个直接拉掉。然后呢，点击删除隐藏的封闭洞口。啊，下面的话就给你封上了啊。那么在封上之后的话呢，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一点点肌肉的制作了啊。那首先咱们这边的话呢，可以先去把这个啊锁骨的位置可以先去给它表现的明确一点啊。来，锁骨的位置。建模会建那个点吗？一般的话。是不用建的，因为看不到啊。但如果说是像我们自己在做练习的话呢，其实是可以点啊，根据你自己个人爱好吧啊，其实跟你自己个人爱好比较有关啊，懂了吧？就如果说你是自己个人在做一些练习的话啊，你觉得啊我点上去啊，对吧，会好一点，那你就点上去嘛。这个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啊我觉得一个要求吧啊，毕竟。自己做练习的话，第一个你就不影响谁的，对吧，你想自己要整一点就整一点呗啊，自己想整一下就整一下呗，反正这个又没有人说你啊什么的，怕你点了之后就不敢再往下雕刻了啊，这个倒不至于了啊，大学学的人体都还给老师了，那就是你很久没有用过了咯，是不，那就是很久，就说明你很久没有做过雕刻了咯。哎，其实抓回来也简单啊，其实抓回来也容易啊，只要你愿意啊，其实很快的话呢也能把它抓回来吧，我这是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其实像如果说像有过一定的专业性的培训啊，就是知道这个人体的这个解剖的啊，其实抓回来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啊，就可能说哎。比一般像这种不会的同学呢可能就要稍微要方便一些，因为你会嘛，对吧，可能到时候呢只需要花些时间把东西好好搞一下就行了。产生了一根根的倒刺smooth 不掉那就是你这个模型被你直接玩穿帮了那你这个东西呢就得注意一下就得注意一个什么呢，看一下你这个模型能不能够通过你的一个强力 smooth 把它变好因为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如果说这个办法也不行那恭喜你前功尽弃了吧。所以说做模型咱们大家自己这个手上这个功夫你稍微注意一点好不好，你别这个整的跟这个模型好像是免费的一样，你自己还是要花点时间稍微整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注意不注意导致的讲实话就是因为不注意导致的，你要是稍微注意一些它就不会发生这种它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懂了吗，全部都是不注意导致的，多注意一下对面数低呢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小心拉了一下这个旁边这个什么什么东什么什么东西嘛，拉住的话呢，然后呢又没有把它完全的给它做好，好 OK， 然后呢你又不小心做了一些什么什么这种误操作啊，导致了这个问题。所以一般的话呢，像我们一般做模型的话呢，一定就是啊，我现在做这个位置啊，那我就只做这个位置啊，那我的话我是不会去思考说啊，我要去做另外的位置这样子，明白了吗？所以做任何东西的话呢，大家还是尽量记住啊，就是一步一个的啊环节去完成就好了啊，不要操之过急的去完成一个步骤。反正先检查嘛，反正你每做一步，一定是要先以检查模型为主，去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模型根本啊，看行不行啊，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呢，我接着做，对不对？没问题的话接着做，那就好了不？对吧？有问题的话，咱们就改嘛。好，把这个手呢旁边这个位置呢也稍微做一下，对吧？因为这里呢其实肌肉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就把这种肌肉的弧度的感觉呢要稍微的肯定是要做出来的啊，咱们把这个肌肉感觉做一下。好，然后呢这一块呢它有一个比较强调的一个骨骼感啊，把这骨骼感可以稍微的拉一下，然后肩膀呢比较翘啊。然后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有一个相对比较向下的一个啊，一个这样一个顶点的一个结构啊，这里呢稍微往里面深一点点。ZBrush 能给明线吧？什么叫明线啊？啊，什么叫明线？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明线？什么叫明线？明线是什么东西啊？缝纫线，可以做啊，但是呢它不能够在后续使用，明白我的道理吗？就是它可以做裁缝线，但是后续的话它没办法使用，大概明白我的道理吗？这做的是个假效果，明白了不？做的就是个假效果啊，明白了没有？好，然后再到这两边这个胸呢也是一样的，对吧？胸的话呢其实不够大啊，我个人觉得它是不够大的啊，所以呢可以把这个胸呢稍微的呢把这个弧度呢其实可以稍微再做大一点点啊。好，我再做大一点点。哎，有朝一日败在了这个女人的胸这里。好，在里面的话呢把这个胸的这个线啊稍微拉一下，在中间呢也拉一下啊。好，把这块呢可以稍微的做平一点点。要做那个点吗？我问一下啊，因为这个点一做的话呢可能后面就封号了啊，可能咱们就无缘了啊。需要吗？一封全部下课，哈！你们不会有同学还真想让我搞吧？啊，我开玩笑的啊，别在那里好像那么认真，好吧？老师开玩笑的啊，谢谢。啊，不要太认真，老师开玩笑的啊。好了啊，这里咱们把这边这个手臂的这个感觉要稍微做一下啊，因为其实它这个是比较靠里的一个弧度啊，它这个线条的话还是要稍微做一下啊。好，下面的话呢也稍微细一点点。它其实呢这个身体呢有带一点点动态啊，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个动态的话就太可惜了，不过问题不大。
好了，好，做到这样一个感觉之后的话呢，首先呢，咱们就得啊，稍微的干嘛呀？把这个身体呢啊，这个整体的啊，往前面要稍微去一点点啊，对吧？往身体整体往前面去一点点啊，整体往前面去一点点。好，然后这个手臂旁边呢，这个位置我觉得有点窄了啊。啊，稍微可以稍微给它加高一点点，然后旁边也是一样的，对吧？就感觉这个弧度的感觉不够啊，啊，看了一下呢，其实就是这个，封边的这个感觉的性质不太舒服。蕾丝的话，你可以做实体的吧，因为后续的话，你可以做实体之后，然后通过这个，那个叫什么呀？你可以通过这个。材质去做啊，就是可以通过材质呢把它体现出来啊，其实并不影响你太多吧，并不影响你太多东西啊，并不影响太多东西。好了，那这里的话呢，可以稍微的把这根线呢可以稍微卡一下啊。好，这个手变得有点粗了。这个录播我明天下载下来研究研究啊，随便啊都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录播的话呢都是免费提供的啊，你自己想看的话呢加苏安老师找他领就好了啊，反正都是免费的啊，无所谓你什么时候你想看多少遍啊，100遍都无所谓啊。想看就看啊。好啊，其实这个身体的话呢，后续呢还得要做一个小弧度吧，但是我这个小弧度的话呢，现在肯定是没有没有时间给它做了，但后续的话可能会稍微给它做一下啊。好，这里的话呢，首先我差不多这个身体呢就做成这样子，后续可能会去给他把这个装备加上去啊，然后我可能到这里的话呢就要给大家稍微打个广告了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课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啊，我们还是公开课啊，还是要给大家稍微的推销一下我们自己的产品，对吧？给大家呢分享一下我们的课程，好吧？就是公开课其实就是我们用来招生的啊，所以呢像这个案例的话呢它只是一部分啊，它只是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可能会花10分钟时间给你们就是大概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啊，那么介绍完之后的话呢就还是会继续回到这个模型上面去做，好吧？因为它是没有做完的啊，对吧？我们每天晚上呢就是有一个案例，然后主要就是去针对大家去招生，然后给你们进行分享啊，做给你们看，然后后续呢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行招生，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晚上也是这样的啊，要为爱发电了，要开始为爱发电了。好，先保存一下啊，免得它到时候崩溃啊。啊，这边有点厚了啊，相对于这个其他的弧度来讲的话，有点厚了啊。哦，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保证这个角色的这种线条的弧度的这个感觉啊，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啊。对，就是你整个角色你要让它做得漂亮，那你这种弧线的这个感觉是还是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啊，稍微要注意一下。啊，这东西比较重要啊。好啊，咱们接着做。这里的话呢，我们可能后续就开始先把这个胸罩做了吧。啊，先把这个女性的这个胸这个位置的地方做一下吧。好吧，把这个胸做一下。然后做这个胸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遮罩的功能去做啊，因为遮罩的功能呢，相对它比较简单一点啊，比较简单一点。好，把这个弧度呢也再稍微调整一下吧。我总感觉其实它这边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感觉。那我这边可能这边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可能稍微的要调一下，这样子。
啊，然后这个弧度呢可能是要加大一点点，对，这样子啊，这样子就很棒，对，这样子很棒啊。然后旁边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有点过于的膨胀了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啊。好，这个地方呢可以稍微点一下吧，把这个位置点一下。好，那这个位置呢可以稍微的平一点点啊，觉得呢有一点点过了，有一点点过了啊，稍微平一些。好，把这个强度呢可以稍微调高一点点啊。好，然后呢咱们来做这个脸啊。其实现在做这个脸的话呢，因为我现在把这个左下角其实挡了一个微信嘛，对吧，就是我们这个泽发老师的微信。你们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扫码去加他的微信去了解。这里呢首先我们先来把这个脸先可以做一下。首先的话呢，其实看到这张魅魔的脸啊，让我突然间让我想起了一部，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来自日本的一个剧啊，就是我们这个深田咏美老师演的啊，这个剧呢也叫魅魔，看过吗？看过没有啊？估计你没看过啊，哎，太差劲了，这都没看过，哎，没看过就算了吧，我就不跟你们多聊了好吧，没看过就算了啊。那你们知道深田咏美是谁吗？啊，知道深田咏美海滨狗没？知道深田咏美是谁吗？你们最强人造人正经的正经的啊，正经的这个学习片啊，正经的啊，咱们这个肯定都是正经的，这个你们可以大可放心啊，老师这边肯定做的所有东西都是正经的啊。是的， ZB 这个软件其实用到的行业比较多啊，像什么手办业啊，影视啊，反正其实该用到的都用到了啊。你会 ZB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件事，但是把 ZB 做好也挺难的。数控可以吗？数控的话不知道，我没做过数控啊，主要是不知道，俺不知道啊，主要是我真没做过数控。我要做过的话呢可以给你们尝试，但是数控雕刻的话它应该是更多是数据上的事情吧。数控雕刻的话可能是更多是数据上的，你可以，那应该是 OK，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那你可以学，因为我没有做过数控啊。如果说我们这堂课有数控专业的学生啊，如果说雕刻是可以用的话，那就是可以的，懂了吧，那就是 OK 的，那就是没问题的，那就可以学，刚好你们两个一个专业的，还是我操，这不是巧了吗，我操，还一个专业的，可以，就直接遇到了同病相怜的人啊。好，咱们这边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脸呢可以稍微也再做一下，因为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小脸蛋的话呢有点太大了。然后呢咱们呢可以把这个耳朵呢可以先给它加进去，因为我其实个人觉得就是提前加耳朵是一件能够让我们很快速找到这个造型的一件事情。就首先可以先把耳朵加一下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吧，因为看了一下这个耳朵的高度各个信息之间的距离之后啊，然后得到了一个结果啊，就这个耳朵呢它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啊。画图用 ZB 编程好编啊，那可以啊，那既然对你自己的本专业如果说是有帮助的话，那 就可以学了呀，这还等啥啊，对吧，既然对自己的专业性是有帮助的啊，那很好呀，我觉得。而且像我们其实不除了教 ZB 以外还教很多软件啊，对吧，如果像很多学生如果说觉得比较 OK 的话啊，
可以好也考虑一下吧，我觉得。看了一下这耳朵啊，这耳朵外部好像比较大啊，稍微小点点啊，应该是这么小的一个耳朵，是这么小吗？应该是这么小吧。看一下妹子啊，是这样子，没问题。然后把面数加高，312吧，点点面试一次。啊，旁边的话呢，这边就会合在一起，然后稍微的用一下啊 ，shift 拉一下就好了。好的，好，然后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开始接着做。OK， 咱们接着做哈，这个地方呢，其实都还是一样的道理。好，咱们这里呢，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呢，可以稍微的往上提一点点。好，咱们现在把这个脸做一下。体验呢，做这个脸的话呢，它需要花点时间啊，你需要花这个时间慢慢的去做。好，首先的话呢，先确定好这个啊勾巴，哦不是下巴啊，确定好这个下巴啊，把下巴先确定好啊。好，下巴可以稍微的点一下。好，把两边下巴呢可以稍微缩小的，因为它其实这里是个小小的这个概念啊。好，咱们接着呢把这个脸雕一下啊。啊，其实雕脸的话，雕脸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啊，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啊，这张脸你都是可以把它变成美女的啊。好，首先呢把这一块可以稍微的先拉一下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你要自己呢稍微的要。游戏行业是不是很赚钱呢？我的话我觉得还是蛮赚钱的啊，毕竟我现在我确实觉得蛮赚钱的啊，我也很庆幸我自己选的这个行业。工业建模是啥？工业建模的话可能更多是城市环艺吧，就那种城市类的制作，包括像这种像那种什么城市上的规划这种的啊，更多可能是这一种的。游戏更加细分了啊，是的啊，其实像很多行业它都有细分，餐饮类也有细分啊。你看餐饮类做什么，做湘菜的，做川菜的，对不对？然后做什么什么，其实都会有细分了。因为你要是如果说笼统的去概括一个东西的话，就太笼统了。好的，鼻子呢可以稍微做一下。其实这个脸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啊，难度系数不是特别高啊，只要愿意稍微的把结构找一找啊，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好的，然后呢感觉这个脸的两侧呢有一点点的大啊，就是结构呢不是特别好看，稍微调一下。然后呢嘴巴的话呢可以稍微的画一下低了一点吧，低了一点啊。那咱们把这个嘴巴可以稍微再标记一下。
稍微的话呢给它再表面稍微做一下看一下，稍微画一下，感受一下嘴巴可以稍微再大一点，不够诱惑。好，我们接着做好，第二步呢，首先就是在下方，首先呢在上方找到那个结构的圈圈把鼻子两边的结构呢稍微给它做干净一点，然后再到咱们这个嘴巴呢也是一样的嘴巴的厚度拉起来，下巴的厚度拉起来。好的，在侧面的话呢把这里的结构呢也是拉一下，那因为嘴巴的话它其实结构的区域块是比较明显的然后把嘴巴从下往上看的那个嘴巴的这个弧度稍微可能要稍微拉一下因为确保漂亮吧。自己画脸总感觉怪怪的，那就是学太少了，懂了吗？就是学太少了，懂了吗？就是学太少了。所以的话呢，你既然做不好，那就该学习就你读书读不好，就该报培训班是一样的，就该加课、加班、加点留级是一样的。学不好的东西，就是应该要好好学习，明白了吗？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认知自己的情况是比较清晰的对吧，你知道自己呢为什么学不好，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对，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往我们的这个培训方向去学习，因为像我们的课程绝对是物超所值了放心了，绝对是物超所值你交了这份钱绝对是会在你的，懂了吗，在你的学习上反哺归，就是会学回来的，而且你会觉得赚很多，像我们很多学生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做个美女算了。首先呢鼻子两边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大一点点然后呢在两边可以轻蔑的画根线。轻轻的画根线吧。好，然后呢把这个鼻子呢可以稍微的翘一下吧。好的，翘一下把鼻子这个建模的感觉呢可以稍微的叠带到里面去，然后两边的话呢这一块它是有一个往里面凹的这个质感，往里面凹一下。好的，然后呢这个鼻子鼻头呢下巴呢可以稍微的给它往下拉一点点就做出那种相对应的那种feel 那种感觉好，那鼻子也不是很大。好，做好之后的话呢这里呢可以稍微的 smooth 一下，稍微给它 smooth 一下吧。看了一下就上面的哇哦好突然之间感觉这个脸的话稍微细了一点是我感觉细了还是真的细了？好是真的细了好，然后呢我把这个眼睛呢可以稍微做一下首先这第一个
眼睛快，在这个地方。哦，我的上帝啊，这眼睛还长得挺漂亮的啊。第二个眼睛快呢，在这个位置。好，是第二个呢，首先把上面填充起来，这里走起来，填充起来，怎么这么快就填充了，啥意思啊？好，我们看一下，填充起来之后呢，第二个这个关键的一个步骤呢，就是在里方啊炒到这个啊，在外方还是在里方啊？在外方啊，找到这个啊眼皮的啊这个轮廓感啊，就是双眼皮子的个勾勾啊。好的啊，给它勾进来啊，稍微深一点可以的啊，没有关系的，稍微可以深一点。啊，就用点劲啊！好，然后呢，把表面的这个眼睛皮呢给它画出来，看到吧？眼睛皮画出来，它就是，它比较像那种，那种画应该怎么讲呢？它比较像那种啊，卡通的啊，那种就是比较偏手办类型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你在画的时候的话呢，就要用到这种办法啊，会用到这种方法这样子啊。好 ，OK。好，然后下一个就是到咱们这个眼下的这个皮了啊。那么这个眼下的这个皮的话呢，首先就是注意啊，第一个呢就是稍微在下方肯定是要把这根线是肯定要勾勒出来的，而且它这个眼皮的这个距离这根线呢好像也还比较大啊，还比较性感。好，大概是这样子咯，对，这样子咯。然后呢点击追加，那同样的话呢可以加两个球进来啊。今天我就直接就只在意正面了啊，这个后面我就可能就不在意了，后面因为它其实我也没有花时间去做了，但是你们明白就好了啊，你们知道就好了啊，并不是老师不，并不是老师啊没能力做，而是老师就是偷懒了。然后镜像一个，好的，镜像一个之后呢，然后调整一下这个整个的啊这个眼睛这个方面的这个线啊包括它的那么这个弧度啊，我们看看这个眼睛啊，它眼睛呢它其实真的是非常棒啊，有那种。美的感觉，有的，是有的啊。有的。有的啊。好，把这个眼下的可以稍微做一下，然后到里面的话呢，到这个位置啊，一直到外面这个位置呢，它其实都东西都是比较靠里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我里面可以稍微去一下。窦唯老师最美，你不走错教室了？现在这个教室窦唯老师不在嘞，你要等明天上课，窦唯老师才在啊。窦老师在，哎，等一下，好的啊，然后呢，把这个脸部的两边可以稍微做一下。看好了啊。看到了吗？
好了，咱们这么这一张脸的话呢就被咱们完成了啊，就咱们完出来了。好，然后呢这边呢咱们就得首先啊先 smooth 一下，把它整个脸蛋呢给它先给它搞干净啊，它旁边像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有一个啊相对这种转角的感觉啊，你给它稍微转一下啊，就让它稍微转的干净漂亮利落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吧，然后嘞稍微的话呢看了一下啊，整张这个脸的这个大小程度呢其实它又相对比较偏细了一点啊，好，我们稍微把这个脸部的结构啊稍微拉大一点吧，觉得稍微有点小了一些啊，这个脑袋好，这样的话呢差不多了，然后呢把他的眼睛呢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掐丝王老师有黑丝看吗？这个你要去求别人了，你看别人愿不愿意给你看啊。好，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可以的，懂了吧，只有你主动了啊，咱们呢才有故事。好了，我觉得差不多啊，然后做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之后呢，其实我是其实主要的一个问题的质感其实出在的啊，问题就是在于这个颧骨这个位置到底要不要做好，但我觉得其实觉得颧骨的话它是有必要要做的啊，算了，做一下吧，只要在正视图的这个位置在这里点一下啊就好了，然后啊旁边这个地方收一下啊，这个颧骨就出来了，其实也能做吧，只是说看大家愿不愿意去做而已啊，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其实是一步啊就可以到位的东西，只是说在于啊同学们其实在有意无意的之间这个制作当中愿不愿意去注意到这些问题啊，或者注意到这些事情啊，这个是真的是比较重要的啊，做不好就要学习啊，做不好就要学习啊同学。好，这里呢咱们点击把这个嘴巴呢可能就要稍微的要整理一下了啊，因为像你看像他这个嘴巴的话呢啊，首先算了给他合在一起吧，想了一下好像没必要给他拆分开来啊，比较麻烦嘛对吧，拆开的那在这里呢我就做一个不拆开的版本了啊。就做一个不拆开的版本了。OK, perfect, 鼻子呢可以稍微的大调一点点啊，两个眼睛呢可以稍微的往里面去一点点，其实它还没那么大。好了，我把这个稍微调一下啊，这个眼睛的眼距。怕被骂，你是什么意思啊？怕被谁骂？还有人敢骂你吗？应该没人敢骂你吧。
好看一下啊，这旁边这两个地方呢，它还是啊会有那么一点点往里面凹的感觉。好，坐庄的按一下 Ctrl 加 D 啊，把这个位置呢，这个东西呢可以稍微再做的稍微再明显一点点。不是你怕啥呀？你胆小，你怕啥呀？啊，你怕啥呀？你到底怕什么呀？啊，你总得说个你怕的东西吧。好，我们这里呢创建副本啊，然后呢这里呢可能需要把这个整体的东西重新啊 zermation 一下啊，我们 zermation 一下。这里的话呢，使用的这个 zermation 的话呢，它是一个重新布线的功能啊，就是呢可以，你可以让它快速的话呢，把这个布线呢重新进行一个这个叫什么呀？重新进行一个拓扑啊，得到一个快速的效果。只要你充了钱啊，这么说确实是没错了，不过咱们也不能这么啊，咱们呢也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的这个叫什么叫轻浮是吧，咱们这个还是呢啊对吧，主要呢还是希望大家那个这个可以好好的跟着老师学习啊，跟着我们好好的学啊。没钱有没钱的学法啊，这个有钱呢有更专业的学法，一样的，只是其实学习还是主要看个人自己啊。有的学生的话呢，其实他其实更愿意说虽然我现在可能不是很有钱，但是刚好能够学习专业学习付点钱学习。因为我之前也说了，我们的课程是可以给你们分期付的啊，就如果说你接受啊分期支付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分期给到你们进行学习支付的，懂了吗？就是一个月对吧，你付多少钱用花呗啊这东西，然后你分期去付啊对吧，一个月呢可能只要六七百这样子。好，咱们呢接着去做，把这个嘴给它啊完善好之后呢啊，首先的话呢就是直接就是给它进行投射就可以了啊。没利息的啊，利息费用的话呢是我们承担的，懂了吗？就是你们这个在我们这 C 的这个利息费用，分期的利息费用，像花呗啊这些的话呢，都是啊我们自己承担的，就是你们呢是不用付一分钱的啊。几个月能借包？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你像你学的手绘就可以借了，但是你能力不行，那也借不了啊，是不是？所以的话呢，这个还是要针对你个人的能力来说话，因为我们说到这一行其实还是看你能力嘛，就你这个能力如何跟你接包啊工作啊它都挂钩的了。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同学啊，就有的同学他这个真的是很有梦想的对吧，哎啊我就是想接包，哎我就是想干嘛干嘛的对不对，那我觉得挺好的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你这个想接包的这个前提之下啊，是你这个人的本事啊，是你这个人的能力啊。这不是什么其他的，就是你这个人的能力跟本事。所以呢我之前也讲到了对吧，其实这样学习的话它就是一条大路，它就是一种修行对吧，你不能说啊对吧，你踏上这个修行啊，别人告诉你说啊同学你一定会以后赚大钱，你一定什么时候能够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咱们是没办法知道的啊，这种事情呢咱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懂了吗？咱们呢也是只能说啊对吧，如果说你想要自己以后的生活好一点，那么呢就在你学习的期间呢就好好学习，懂了吧，不要摸鱼。有培训班说一个月能接包雕刻的包啊，好，那你想当那个小白鼠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哈哈，这种话你也信啊啊朋友，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呢，没想到你是个笨蛋啊。
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呢，没想到你是个笨蛋啊。亏我之前还说你还挺聪明的啊，哎，没想到你还是个笨蛋。这种话你也信啊？你不觉得你说这句话来就显得啊很傻吗？啊，你这你都信？一个月能接雕刻的包，我的天呐！怎么你以为你是神童，还是他们是神童？不可能的，同学，那怎么？你们在网上看的这种什么啊，什么论坛这种什么消息啊，啊，什么多久啊就可以接包啊，这种都是假的。什么每天建模1小时，月入过10万、过百万，我天呐！那我现在不得过千万了，同学。啊，我问一下你，如果说上面说的是真的，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月入，是不是要月入千万了？啊？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得要月入千万了啊？没有千万的话，我估计我都不好意思在这个世界上待着了。啊，我得月入千万了吧？好，有同学发了一个问题，等一下吧，我先把这个眼睛做一下。这哪里变形了？没变形啊！你别逗老师好不好？逗我呢？你在这里哪里变形了？压根形状都没变过好吗？别逗我啊！逗苏安老师就可以了，不要逗我。看都看不出来变，我这个连看都看不出来变形了。好的，可以逗苏安老师，但是不可以逗我，因为只有苏安老师会受逗上骗啊，上当受骗哦，我不会，所以说逗我的话可能不容易逗，但是逗苏婉的话更容易逗一些啊，兄弟们。受豆上骗 好，等一下啊，把这个人中也处理一下。好了，来把这个嘴巴唇子呢搞一下。好，首先，好精致的小嘴巴，啊，精致的下嘴巴，下嘴巴上有什么？有嘴巴的肉，嘴巴肉上有什么？有平滑的肉，嘴巴里面有什么？有比较深的线，好的，嘴比较深的线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没有那么突出的下巴，里面去一点点。比较性感的嘴唇有什么？有一个非常性感的唇峰。好，把这个唇峰做一下。啊，算了，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好看的啊，咱们也就不做这个唇峰了吧，感觉也好像没什么太大必要啊。要学习的软件呢有很多啊，孙老师给大家发了。
好了，咱们呢这个啊，我总感觉这个嘴巴小了，你没有这个感觉没有啊？就这个感觉呢，这个嘴巴呢，它确实是不是那么大啊，对吧？在我现在这个嘴，这个美女她最起码得有张大嘴巴吧，对不对？好，嘴巴调大一点点，已经够大了吧？这样子够大了啊。好，第二个啊，这个脸巴要稍微大一点，脸巴大一点啊，脸巴。好，眼睛嘞，往上面可以稍微调一下。好的，禁止公然调情啊，禁止在公共场合调情啊，不可以。带上我的话就可以，不带上我的话就不可以。带上我的话就可以啊。你怎么不找我要呢？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录播是我录的啊？我要是不传的话，你不是看不到吗？啊，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给你一次机会啊，重新说一说啊，最好是把我带上啊。好，我给你。好，我给你啊，好。好，不要说了，我给你。哦，这坨肉其实没有必要啊，可以，其实可以这样子吧。我个人觉得的话，愿意的话，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的。连接一下这旁边两边的肉感，然后下巴呢可以稍微短一点点。好，大概是这样子吧。好，然后呢，从这一下，两边这个地方呢，稍微是比较大一点啊。然后呢，那么这个头呢，其实它也是相对的要稍微大一点啊，就是把这个脸加大就行了啊。啊，有点太大了。稍微大一点点就行了，然后呢，比较有点往下，压头的感觉，反正咱们就只需要一个正脸啊，对吧？那他其他的其实也还好啊，并不太影响我。好，我们接着做啊，那。然后咱们的这个继续，往下的话呢，其实就到了他那个头发啊，这个角，咱们先做个角吧，因为这个角呢，相对它比较简单嘛，角出来了，其实什么东西都简单了啊，把这个角先做一下啊，参数一下啊，然后把这个角呢再细分一次吧，面数改成344啊，然后dimension 一下。那么 dimension 之后的话呢，你会得到一个这样一个小小龙角。其实这个龙角呢，咱们快一点做吧，因为时间不够的原因。好，咱们可以快一点。虽然说是应该是要慢慢去做的啊，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呢，这个老师这个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大家要谅解，谅解一下啊，要理解一下，应该是这么说啊。
首先的话呢，把这个龙的四个角的角度啊，对吧，你呢要给它拉出来啊。为什么要拉出来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因为所有龙的龙角它都是有呈现出一种这种比较硬啊，会比较合的那种质感吧。然后你要稍微的拉一下，把这个角度可以稍微的去一下。好，去好之后呢，首先呢在这个你就要想一下，就怎么把这个角啊这种一丝一丝这种感觉做好啊。那现在的话呢，咱们就得要使用到一个功能啊。什么功能呢？你们想知道什么功能吗？想知道什么功能的话呢，来给我活跃一点啊，给我活跃一点，不然啊你们屁都别想知道。好，我教你们啊怎么使用啊。首先呢，在灯箱里面啊找到这个叫做这个叫 slash 笔刷里面呢有个这个叫做slash 2， 使用一下，看到吗？看到吧，这种比如说这种角啊，一条的这种角啊，它是可以直接做出来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算了吧，咱们就手动雕吧，怎么样？还是不雕呢？你们觉得雕还是不雕，同学们？哎，这个不着急啊，我觉得雕吧，雕吧，雕吧，雕雕雕雕雕雕。不雕的话，你们看了一晚上，那不是非常的不开心吗？啊，我就做一个正面吧。其实有一个比较快的办法，我看能不能使用到啊，使用这个表面啊噪波。那么这个噪波呢，你可以把它这个比例放大啊，嘿，不行啊，加载个阿尔法，也没有阿尔法，其实算了。啊，还是只能手动雕了吗？但其实手动雕挺坏事的啊。算了，手动雕吧。那咱们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宝子们？只是说这个雕的随意一点啊，是吧？只能说雕的随意一点，因为时间问题嘛。能够接受吧，啊，宝子们，可以接受吧？但是我尽可能的话呢，让你们感受到啊，感受就是它是比较规整的这种效果啊。当然这个要特殊的要好好的雕一下，但你们放心了啊，我会给你们稍微处理的好看一点的啊。好，深一点点。好了。可以啊，没问题吧，看着是有那个感觉就行了啊，对吧，咱们看着还是有那个感觉的啊，是吧，是不是？好，第二点呢，咱们这里呢就要把那个把这个头发要做一下了啊。
其实做这个头发呢，它也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办法啊，跟一个简单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叫做curl trip 啊，这个 curl trip 工具 tube 啊 curl tube， 点一下这个拾取呢，再连续 z 一下啊。这呢，其实就是首先啊，咱们先拉大，再拉细啊，小强度变低。好，给我小。给我写啊，往里面去。感觉这个发型挺难做的啊，我看能不能套一个之前做的一个发型啊。那能套的话其实也解决一大部分事情，因为这个不套的话一根根去做其实它的比较浪费时间的。突然真想偷个懒了，对吧？这个呢也不是不能偷懒，毕竟后续还得做一个胸罩嘛，对吧？咱们来看一看能不能导入一个之前的发型啊，就稍微的轻松一点嘛。毕竟今天晚上其实这个任务量还是蛮多的。哦，我觉得这个发型它是没问题的。哦，我觉得这个发型它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咱们就用这个发型吧。然后啊，拆分隐藏的，向下合并。好的，啊，我觉得是非常的完美啊的一件事情。好吧，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办法啊，向下合并，然后呢直接隐藏到这个出来就好了。哎，感觉像另外一种感觉啊。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感觉就是像另外一种感觉一样啊。好，两边可以稍微高一点吧，我觉得。啊，有没有另外一种感觉啊？啊，我感觉有另外一种感觉了啊，你们感觉呢？好，咱们同样的让他稍微笑一个吧。那苹果肌的话呢稍微就要加起来点点，你笑的话呢它是要这样子笑嘛。好，咱们这里把这个胸呢也要做一下这个胸部的这个结构啊。好，咱们画吧。手动画的话肯定是 OK 的啊。
接着呢，咱们往下去，找那个结构。哦，我的上帝呀！就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吧。啊，同学们，因为我感觉他这个胸罩其实挺性感的啊，确实挺性感的啊。别的不说啊，这一个胸是他这一个确实挺好的。它这是什么新式的这种胸罩？怎么是这样子的？没见过啊，这种新式的这种感觉啊，崩溃了应该是，啊，并没有啊，可惜了。我说居然没有崩溃，我说可惜了。0.002啊，提取，太少了，0.005，提取，接受，看吧，可以开始先搞这个啊。可以先跟他搞这个啊。好，然后呢？这个东西呢，肯定是要画，要肯定要画了，对吧？画的话呢，咱们就这个啊，手动的画一画吧。这种蕾丝的这种，蕾丝的这种边边的感觉啊，虽然我也不知道蕾丝是什么样子的，先给我瞅一瞅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画啊。有点知识的那个叫什么呀？有点知识不够用了，因为没见过是。我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样子，同学们啊，就画错的话呢，也不要怪我啊，好吧，我确实没见过，也不是没见过了，没研究过，是吧？是没见过就太假了啊，没研究过啊。
跟着感觉走啊。好的。怎么感觉那么像个恶魔果实啊，我天哪。像个恶魔果实一样。对对对啊，我用的是手绘版啊。好，然后呢咱们这个在腹肌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稍微用点啊。对吧，我保证啊，确实很多。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身体的话呢，它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些倾斜，或者是说一些啊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弧度的啊。所以呢，我这个决定呢就是脑袋上方不动，下方动。好的，我后面呢可以稍微去一点点。报班送女朋友们啊，有女同学但是没女朋友，能不能发展把能不能把女同学发展成女朋友呢？啊，这个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啊，懂了吧？能不能说把女同学发展成女朋友的话呢？这个呢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啊，好吧，毕竟嘛，我们这边不可能还给你包个结婚噻。啊，崩溃的呢不要紧啊，咱们呢可以通过这个找回就可以了啊，对吧，就是可以把它找回来的啊，比较方便啊，小问题一个。老师能不能说下角色模型怎么收费的，你是具体想了解什么方向的角色吗？啊，其实它这个呢也是根据这个难度来定义的啊，对，因为其实做所有的模型它们的难度它都是有区分的，懂了吗？有的呢它比较简单，那可能收费就比较便宜嘛。那有的呢，它可能就比较难，那可能这个收费呢，可能就比较贵一些嘛，对吧？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像这个收费的这个区分的话呢，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模型的难度来进行一个收费的。啊，我个人觉得的话呢，这个发型呢是不够好看的，所以呢，在我的这个印象当中呢，我可能会进行更改它的一些发型。然后呢我还是会多去选几个吧，看看这个。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肯定是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多找几个发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发型也不行。算了，就这个吧，懒得改了，时间有限啊。
那咱们这个唯一能做的首先就是把下巴呢可以稍微往上去一点点，整个脸侧两边呢可以稍微往里面夹紧一点点，然后这样子达成一个比较立体的效果啊。OK， 这样个效果过后呢，首先就是映入脸帘的第一步啊，就把眼睛的弧度呢可以稍微把它向下降一点点啊，眼睛的弧度向下降一点点，刘海的长度往上去一点点，但是不要一起去啊，大概调一个就好了。好，调好之后呢，咱们这个两边的这个肉要加起来，这个肉也要加起来啊，这个肉比较薄啊。好，加起来做的话呢，咱们现在这边的话呢就要开始进行一个制作了。好，按住三键，按住 M 键，使用这个 Move 笔刷。好的，好，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咱们就做这样一个角色，哪里要这么多钱啊？怎么可能？你是想多了，这样一个东西它不可能要这么多钱的啊。像这样一个角色的话呢，其实相对的啊，懂了吗？相对的可能其实不够完整，也不能算钱吧。也有人卖的话，我可能几千块钱就会卖出去，一两千吧，对吧？一两千的话我可能还会做得更，哎怎么卡了？一两千，因为本身这个模型的价值啊，它又不是一个什么完整类的模型，我又没有说把它做了多么完整，所以它其实本身的这个应用价值就不高啊，而且呢它也没有什么商用价值啊，懂了吗？像一般做外包的话，对吧，就不一样了，就我们可能会严格的去遵循这个外包的制作的这个工序来做。好，把这个骨骼的这个肌肉呢可能就是稍微要做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比较影响这个整体的感官吧。好，咱们这个就开始上颜色了，怎么样啊？其实要做个翅膀好看一点，咱们要不就做个翅膀吧，好吧，做个翅膀吧。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没有翅膀的话这感觉少一半啊。虽然这个翅膀它也是凑个数啊，但是还是得让它凑个数，对不对？那不凑数的东西感觉就是老是少点什么感觉一样。怎么突然间这么卡呀？在肩胛骨的位置啊，在肩胛骨的位置，然后不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先把这个删掉吧，这不应该长这么丑啊，这个样子不太好看，应该是从他的肩膀处的位置往上走啊，这样子啊，我真聪明啊，老师声音真好听，谢谢啊，谢谢你夸奖啊，谢谢你的夸奖。
做翅膀吗？我再问一遍啊，做不做翅膀啊？做翅膀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吧，就是我可能不会做的特别好啊，就是大概的表示一下吧，那种大概吧。好，恭喜呢我们咱们今天晚上的这个第几位啊，这个是反正呢也不知道第几位啊，反正就是恭喜他啊，恭喜呢这位少年是咱们这个今天晚上也不知道第几位，反正啊就是呢报了咱们这个课程，那何喜可贺的来在一起恭喜一下咱们这位。哎呀，能不能搞整一个这种稍微相对啊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感受一下啊，强度调高，对吧？就是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几根这个应该知道吧？就是蝙蝠啊，不是翅膀啊，怎么变蝙蝠了啊？翅膀的话呢，它收缩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小的一些啊结构的感觉在里面。啊，那这个做的好不好呢？其实它还是蛮重要的啊。对吧？啊，他又提示我了啊，说我涉黄了，我都啥都没漏就涉黄了，不至于吧？你说我漏了，你说涉黄，我觉得还能理解啊。咱们真的是大漏特漏了啊，都穿着呢。做的比审核大吧，哈哈，太逗了。好了，好了吧。啊，咱们就这样子吧。然后这个翅膀上面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这种不规则的效果啊。
啊，咱们这个随便做一下吧。啊，我懒得做了啊。反正咱们就只要一个，只要有一个就好了嘛。然后稍微远一点点。对吧？然后上颜色吧，就咱们就上个黑色吧，反正没人看得到的颜色，棕色，棕榈黑 ，BP 有点透光色，哎，最后还是得给它上好。真好，他的脚啊，就是这么重，懂吗？他的脚呢，他就这么重啊，不是我让他变这么重的啊，是他本身就这么重啊。懂吧？啊，我也想让它变得轻一点啊，但人家不允许啊，对吧？人家说我这个就是要这么重啊。是这个颜色吗？稍微白一点吧，把这个妞搞白一些，是吧？好，搞点这个妞的小。肩膀给我红，锁给我红，给我红，奶子给我红。肚子给我红，给我红，然后该黑的地方给我黑啊，黑黑黑黑黑起来，好，多加点味道上来。好的，到咱们这个脸啊。好，首先呢，来这个先搞口红啊，口红呢咱们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跟这个东西一个色儿啊。啊，化妆确实是门技术啊，化好的话还挺难堪的，所以你们要记住了，像学习建模的话呢，不只是学习，做模型，其实还有上材质也是一样的。好，点击 Lazy Mox， 咱们呢把这个眼线呢。啊，稍微画一下这个眼线啊。啊，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眼线是不是对的。
好的啊。好，这个呢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先把黑色涂满，然后呢，啊，算了，不搞了啊。不给你们整了，不整怪了，好好画。老师牛逼，老师牛逼，老师牛逼。哦，你在说我？你们也都牛逼，都牛逼。你们不坚持看的话啊，估计也完成不了，对吧？反正这个呢，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上色，它不代表什么啊。我可以加点阴影进来。好，咱们去渲染一下，看看啊。确实比示意图好看一点啊，示意图有点也不是呆吧，就是比较萌。哎，有没有同学想要学习的？想要学习的话呢，可以去找我们左下角的泽法老师，或能在我们课堂上的话呢，是可以也是可以找我们苏婉老师呀、柚子呀、雨熙呀，对吧、啊？饭团老师呀。哎，怎么卡了？好，我们接着做一下。
还可以吧。来送花吧，同学们，感觉可以的话呢，把你们的花花刷起来啊，不要吝啬自己的花花啊。好了啊，做完了就，咱们今晚就做完了，来给大家放个歌听一下，然后就结束，好吧？哎呦，Nash，you go crazy。